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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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了少负邪处的关键，就是要少负我们的心。因为心是比起过患的根本，就是人类的一切不幸、灾难、烦恼、罪恶，都是源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守护我们的心，纵容我们内心的无明烦恼，那么我们的心啊，将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它就会不断的制造罪恶，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灾难，也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当然，我们的心，同时呢，也具有良善的潜质，它也是一切道德、一切功德的根本。佛果功德的成就，三乘圣贤的果位的成就，也是源于我们内心，因为我们内心具备良善的基础，具有良善的潜质。如果我们去开化我们内在的良善的潜质，我们就能够成为圣贤，就能成为佛菩萨，就能够成就一切功德。如果我们开化我们内心的，如果我们去发展我们内心的不良的习性，那我们就会堕落到三恶道。所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心的认识啊，就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了解到这个心能够产生这样的不同的作用，那么我们学会认识我们的心，管理我们的心，守护好我们这一颗心，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关于六度一心，六度菩萨道的修行，主要是六度。
作为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有关菩萨修行的内容，基本上也是以六度，以这个六度的内容展开的。那么六度的修行，首先它也是这个它要依心而起，同时它的成就也是以内心的成就为标准。从修行上来说，它立足于我们的心；从成就的标准上来说，它也还是立足于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昨天讲到了布施一心、持戒一心、安忍一心，然后今天要讲到第四项的内容，精进，精进一心，精进。这个精进呢，这个概念啊，它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有类似于勤奋努力，但是佛法的这个精进，它是有它的特定的内涵，是它特定的内涵。所谓这个特定的内涵呢，那就是在止恶修善，或者在转迷为悟的过程中，勇悍为训，就是勇猛的，勇猛是他的特点。就是所以这个精进的内容必须要立足于止恶行善，或者是转迷为悟，立足于这样的一个前提，你所做的努力才能成为精进。如果是世界上赚钱啊，做普通的事情啊，那是不可以叫精进的。所以精进是有它的前提。那这个精进呢，如何才能够有效的精进，让这个精进变得有力量？我们在这里看有一个偈颂，第十五个偈颂：生一明定心，必得梵天果。生考善重情，心若难成就。就是这个精进，这个精进呢，这个它也离不开我们的内心。我们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世间上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在从事一个研究，或者在从事一个事业，就是你想要投入精力去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精神涣散，会感觉到无力，精神不集中，没有力量。学习也是一样，如果你学习啊，你的心力不强，没有专注力，不管是学习做事业，如果没有一定的这种专注力作为基础啊，事实上任何事情啊也都是做不好的。因为心力涣散，就是你的内心有太多的情绪，有不良的情绪，
有太多的这些混乱的念头在干扰着你，你的心灵的能量被这些不同的念头和情绪所占有。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呢，你会感觉到没有力量。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比较清净，你在做事的过程中啊，你就会比较专注。专注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所有的心理能量都放在一个念头上。当你在学习或者在做事的过程中啊，你就会特别有效率。所以我觉得世间上的做事啊，它也是要有一定的定，要有一定的定力为基础。定就是要有一定的专注力，有专注力做事啊才有效率，没有专注力做事啊就没有效率。那么同样呢，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在这个止恶修善呢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如果你的内心呢就是过于散乱调举散乱，那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有很多的这些情绪啊，有很多的念头啊在干扰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止恶和行善啊也会很难的。因为你的内心有太多不善的念头，使你要止息这些不善的心理啊，它会变得很难。同时因为这些不善的念头在干扰着你，在左右着你，所以你要修善，要修习善法，它也变得很不容易。就是所以在这种散乱的状态下，你想要这个精进，这是不容易的。即使你做一些善事，但是这种善行啊，因为立足于散乱的心，他所得到的这种功德也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如果我们在禅定的状态下所得到的这种所修的这个善心，他所成就的这个果报力量就会特别的强大。所以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这个我们看这个两前面的两句话：生一明定心，亦得还天国。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禅修得到出禅，升起这种出禅的这个离生喜乐定，那么这个离生喜乐定呢，它就会帮助我们佛得梵天的果位，升到梵天，这个就是可以升到色界天，就是这种禅定的力量，它就这种禅定的所产生的这种心理力量，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升到天上，色界天，还不是异界天呢。但是如果我们普通的这个善行啊，就是在这个散乱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这种善行啊，它就不可能升到色界天。就像我们要把这个卫星推到月球上，这个火箭的力量肯定要特别强大。同样呢，如果我们没有特殊的这种心念的力量，我们要升到色界天乃至无色界天，
或者说我们要这个超越三界，摆脱轮回，从这里面跳出来，你没有这种强大的心力，禅定的力量，甚至呢波了智慧的力量，你是很难从这个异界里边跳出来，甚至或者说很难从这个三界里边跳出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力量呢，它是要通过特殊的信念，像禅定的特殊的信念，或者说我们要通过禅定的信念，禅定的修行，乃至呢能够开发出我们内在的这种无漏的智慧的力量，我们才能够从三界里边摆脱这个三界对你的这种什么，这种强大的牵引。就像我们要摆出这个地球，我们要这个要上月球啊，那你要摆脱地球的吸引力，你要摆脱轮回，那也就是你要摆脱这种迷惑和烦恼的吸引力，这种迷惑和烦恼的这种粘着力，这种吸引力，这种强大的这种吸引力，你靠什么样的力量去摆脱？那么你必须要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否则的话那是非常难的。所以精进，所以精进呢也是要立足于，就是我们呢对我们的这个心的这种信念，就是立足于心的修行，这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走在这个止恶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心灵轨道上，甚至能够安住在这种止观禅修的轨道上，那么我们才能够完成这种转迷成悟的修行。所以这个讲的是精进，所以说这个身考善重情，心落难成就。如果我们不依止于心，我们如果我们的对我们自己的心缺乏一种相应的信念，那即便我们的身和考这意这个两个业，我们很勤快，我们不断的去做一些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这种强大的善心，这种善念的力量不强大，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着散乱，内心充满着散乱，就是没有受过信念的心，那就是充满着一种昏沉和掉底的心，那么如果内心充满着散乱的话呢，那我们也就是说这个心的力量，这个善的，虽然你在做善事，事实上你的善心的力量是很弱的。就像社会上的人，有很多人也在做不少善事，但是呢他在这个善事里边夹杂着很多染污的心理，比如为民啊，为利啊，充满着我执啊，那个善在这个行为里边所占领的这个股份是非常小的，可能这个我知我见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心理啊，占领的股份比重更大，所以呢他所做的这个善行啊，所能够得到的这种功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微不足道了。所以说身考善重情，心若难成就，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专注力和定力作为基础，那你所修的这个善行啊，是难以成就，难以有大成就。所谓大成就，比如说升天，升到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乃至呢
你能够超越轮回，走出三界，你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你最多只能成就一点人间的善法，就是普通的这个人世间的福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第五，就是静力。静力就是禅定。这个静力呢，它也是要依止这个心。那么我们看这个偈颂，虽久其念诵，然即以众苦情，然心散他处，佛说彼无意。这个禅定静力，静力也就是禅定的修行。禅定的修行，这个它是就是我们的内心需要这个远离尘和掉这个两种状态。尘和掉，尘就是昏沉，掉就是掉举散乱，昏沉就是心就是昏昧不清晰，昏昧不清晰，散乱就是不专注。所以禅定呢是专注清晰，专注清晰的一种心理状态。那这种心的专注的信念是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散乱，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昏沉的状态，这是引发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我们的心在昏沉和掉底的情况下，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心啊，就会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就像这个水呢，如果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泥土，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造物的功能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那么现在通过禅定的修行，事实上就是让这个新的这些散乱的念头沉淀下来，包括这种昏沉的力量也消除。消除了之后呢，这是我们引发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就是禅定的修行，这是我们能够这个更好的这个止恶行善乃至转迷成悟的关键。三乘功德，三乘圣贤功德都是依据止观而成就，都离不开止观。当然禅定，当我们讲到禅定的时候是偏向于下面讲到智慧的时候，就是偏向于这个观，要通过这个观的修行来开化的智慧，通过止的修行是帮助我们成就这个禅定。那我们看这个偈颂，虽久习念诵，即以众苦行。一个人就是如果说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念诵，就是每天念经，这个念很多经，哇啦哇啦哇，念了很多经，或者呢，
修习各种各样的苦行，做很多这些苦行，干很多事。难心散他处，可是如果这个心啊，它是始终都是停留在一种散乱的状态下，用散乱的心去念诵，用一种散乱的心，去做很多事情，那是不是说这个苦行跟念诵它一定就是散心呢？其实不是的，当然你可以用禅修的心来做，干很多事情。你看禅宗，这个禅者的修行就是搬柴运水，待人接物。这个也有不少禅师，他们也以很苦行的身份修行的，就是当然念经诵念诵，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止的力量。我们专注的去念诵，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止的力量。但是现在吉天菩萨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带着散乱的心在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带着一个禅修的心在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带着禅修的心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修行它既是一种积累福德，同时也是一种禅修。那如果我们用一种散乱的心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也能够成就很多福报，但是这个福报啊，跟三乘所成就的这种无漏的功德相比啊，它还是微不足道。佛说彼无意，佛陀对这个散心做事所成就的功德，佛陀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那么这里用的偈颂叫做佛说彼无意，好像就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其实这个无意跟有意它是相对的，这里所说的无意呢，只能说它的利益比较小，不是说一点利益都没有，就是用散心去做善事，修苦行诵经一样也是有，它也是有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呢，跟止观比这种禅修的心在做事所成就的功德相比啊，它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佛陀讲无义，无义并不是真正的一点利益都没有，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理解怎么理解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下面讲第六，智慧一心。智慧的开化就是般若智慧的开化，从哪里去开化呢？般若智慧的开化也需要从我们的内心中去开化，就是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七个偈颂，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而避苦，无意中漂泊，无意中漂泊。若不知死心奥秘法中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心的奥秘，心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是有奥秘的，心的奥秘就是我们内在的般若智慧。这个坛经，六祖坛经的般若品里边一开头就讲，这个
般若智慧，世人本自有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边啊，都隐含着般若智慧，就是隐含着般若智慧的无价之宝，隐含着觉悟本性。那这个觉悟本性就是法中尊，就是一切法中最尊贵的，就是空性，就是觉性，就是空性，就是觉性。学佛的修学佛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就是开发我们内在的，每个人生命内在的般若智慧，这是修学佛法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真正的生命的最大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是具备的，我们具备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开发呢，其实有跟没有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讲贫米宝藏啊，贫米宝藏，一个小乞丐你就不知道他原来他本来是生在一个富豪的家庭，财产有几百亿美金的，但是从小因为走失的，他的名下有几百亿美金，但是呢，现在被那些拐卖儿童的人，这个拐卖出去，然后每天就向人家要五毛钱五毛钱的。那我们众生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无限的宝藏。那这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最高的价值所在。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而避苦，无意中漂泊。你想要求乐，想要避苦，这个求乐而避苦啊，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本能，也可以说是一切动物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本能。就是人类的生存，就是不断的。这个去摆脱痛苦，不断的去这个寻求快乐，拥有更多的快乐，怎么样才能够摆脱痛苦，怎么样才能寻求更多的快乐。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从对外界的环境的改善，一直到对内心的探求，就是人类的这个物质文明基本上它是从对外界的改善，这个宗教呢它就会比较偏向于对，当然不好像哲学，有一些哲学它也会关注人的心性问题，那佛教它就会更偏向于对内心的探索。但是人类在这个求乐避苦的这样的一个探寻的旅程中呢，我们始终呢就是说我们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就是究竟的方法。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根本的，从根本上解决痛苦，或者说我们得到这种究竟的快乐，永恒的快乐，究竟的快乐。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里边，我们虽然不断的在改变环境，但是呢，因为我们内心里边总是充满着迷惑和烦恼啊，所以即便呢把这个世界改变的物质再丰富，我们还是烦恼，还是痛苦，就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这个究竟的摆脱痛苦，然后呢活得这种究竟的快乐？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开发般若智慧，需要开发般若智慧。那有了智慧，有了般若智慧，我们才能够解除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我们才能够解除这种轮回，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我们才能避免在这个三界中啊流浪、漂泊、流浪，哎。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不能开化就我们内心的觉性和空性啊，那我们对求乐和避苦所做的努力啊，最终啊都是没有很大的意义，都没有很大的意义。它所给我们带给我们的利益最多都是暂时的利益，而不是永久的利益。它所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啊，其实这个利益里边又充满着负面的因素。所以世间上的所有的快乐，事实上都隐含着巨大的痛苦，巨大的痛苦。那么唯有我们开发出般若智慧，了解到我们内在的这种觉悟的本性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究竟的离苦得乐的方法，结束在这个轮回中流浪的生活，流浪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六度的修行和成就，都是依止这个心，离不开这个心。所以心啊，这个心的两面性，像这个其实呢在各种文化里边啊也都有讲到这些问题，像这个西方文化里边也讲到，比如这个人有这个神性，也有魔性。佛教也讲佛性，讲魔性，就是人性它是有两面的。这个像孟子讲的，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但是也讲人以禽兽居兮，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隐含着两面性。那这个两面性呢，它的源头就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有良善的潜能，但是也有无明所形成的贪嗔痴的不良习性。这个佛教里面讲有妄心，有真心，就是不同的这些心，它会发展出不同的生命形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的心，一定要去就是认识我们的心，守护我们这个心，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会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到这个心，这个心的两面性，心的两面性。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要讲要，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应情复心，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来守护这颗心啊，努力的来守护好这颗心。
那么下面我们先有第十八个说，故吾当善持善护此道心，除此护心戒，何劳护其余。所以就是这个，首先是用一个记诵啊来简单的说明护心的这个重要性，护心的重要性。故吾当善持善护此道心，所以我们应该要善持，就是要休息，休息这个，休息什么呢？就是要休息正知正念，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安住在这个正念中，安住在正知中，就是要少护善护此道心，就是要好好的少护这颗就是修道的心。所谓修道的心，那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心安住在佛法上，比如安住在六念，或者安住在四念处，或者安住在菩提心，或者安住在六度上，我们念佛念法念身念戒，或者是安住在布施上，安住在持戒上，安住在忍辱上，安住在精进上，安住在禅定上，安住在般若上，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修行上。当我们如果安住在这个修道上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种贪嗔痴啊就会被弱化了，甚至被消除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安住在这个上面的话，那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就会安住在我们固有的这个不良的习性中，会安住在比如像我们看社会上的人，他们每天在想什么，他每天肯定在想着工作啊，赚钱啊，交际啊，吃喝玩乐啊，这个男女关系啊等等，他们肯定每天都在想这些东西，然后嘴巴说了也是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他们在关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事实上他们的内心的贪嗔痴啊就会不停的在增长，贪嗔痴就会不停的在增长。那反过来，我们安住在这个修道之心上，那我们的心啊就会走在这个佛法的轨道上，就会走在佛法的轨道上，我们的心就不以贪嗔痴相应，就不会跟贪嗔痴相应。所以说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啊。如果把这个心守护住了，所谓心守护住了，就是守护安住在修道上，不以贪嗔痴相应，不进入到这种不良的串习中啊，那何劳戒其余呢？那么其他的这个很多这些戒相的规定啊，其实他就不会犯戒的，他就不会犯戒的。当你的心安住在这个修道上的时候，你自然就不容易犯戒，不容易犯戒，那么那些戒条对你来说也就没有用的，也就无所谓的。所以这里边给我们提出的就是说，护心
一个是复兴是持戒的关键，第二呢就是复兴也就是复戒了，因为心是戒的源头，复兴也就是复戒了。那反过来说，如果复戒不复兴会怎么样呢？复戒不复兴，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复戒不复兴，因为我们不知道持戒的精神在哪里，我们会很认真的对待这个戒，但是呢我们不懂得复兴，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持戒持的非常的痛苦，而且还持的不能很如法的持戒。所以吉天菩萨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复戒的关键，就是复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认识怎么持戒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接下来就是前面是略说，接下来是广说，就是广泛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复兴，怎么来复兴。一个是复兴的方式，如处乱众中，人皆胜负穿，自身恶人情，常负此心伤。就是说如处这个乱众中，就像一个人在这个一大堆人群里边，一个人在一大堆人群里边，就像你在一个很拥挤的这个市场，拥挤的一个场所，聚会的场所。那么如果你的身上呢有一个疮，那怎么办啊？你肯定要特别小心谨慎的，不要让这个疮被人家碰了，可能一碰啊可能就碰破了，等一下什么脓啊血啊都流出来，痛苦不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因为你怕痛啊，对吧？所以就会小心谨慎的。那么同样就是自身恶人情，常负此心伤。同样我们置身于一个不善的环境里边，一个不善，这个恶人情就是一个，其实也不只是人的，就是一个不善的环境。不善的环境就是充满着这种五欲六尘的这个诱惑，充满着这种各种声色的诱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觉得这个末法时代修行特别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整个这个社会的诱惑太多，甚至这个诱惑是无孔不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保有一颗清净的心，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说末法时代就是因为诱惑太多，修行很难。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你要能够保持一种清净的心，这是很难。所以说自身恶人情，常负此心伤，你要常常的要防护你的心伤，内心的伤，内心心伤其实就是心病。心病这个心病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
以及由这个贪嗔痴所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各种负面情绪。当我们置身于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个正知正念来保护自己，就像那个这个战士冲锋上阵的时候，他要身披铠甲，哎，什么防弹内衣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即使面临着伤害，其实你有保护，你既有自我保护的功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正知正念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一种自我保护，我们没有一种自我保护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不善的环境里边啊，我们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啊，就会不知不觉的发作，比如贪婪的心啊，嗔恨的心啊，焦虑的心啊，恐惧的心啊，嫉妒的心啊，骄慢的心啊，自卑啊，这个自大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稀里哗啦的存出来的。就是那么这些情绪一旦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左右着我们，就会伤害着我们，同时呢可能还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这吉天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自生恶人情，常护此心善。你要常常的要守护着你的内心，避免你的这种心病发作。你的心病发作，心病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烦恼发作。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像如土乱众中，人皆圣乎常，就要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负这个身体上的负这个内心的伤，就像负这个身体上的伤一样，避免被别人碰到了，要有一颗警觉和防护之心，一颗警觉的心。这个警觉的心很重要，这个警觉的心在这里蛮相通的。比如说你的身上受伤了，你走在人群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警觉，你特别会注意这个地方。那同样的，当我们这个面对处在乱众中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内心要保持一种警觉，要正念。那么下面就是讲一讲，就是关于护心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要护心。若即小参疮痛，尤甚腹疮伤，胃伤甲悔者，何不护？何不护心伤？若即小参痛，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人情如处乱动中，为什么我们会很谨慎的去来护着这个地方，不要给人家碰着了？为什么会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害怕被人家碰了之后啊，会痛，会受伤，会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害怕这个小餐痛，所以我们会来扫护，会小心的来照顾，看好这个伤口，不要被碰着了。那么吉天菩萨以这个例子呢来说明，就是防护心伤啊，其实比防护身上的伤口还要重要的多，还要重要的多，要重要100倍、1000倍都不止的。所以说，胃伤甲悔者，何不护心伤？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些小的这个伤口碰的伤痛我们都害怕，那么我们将会想到我们的心病发作，
心病发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心病发作很有可能会造下种种地狱之因，将来要遭感这种地狱的果报，甚至要在地狱里边长时间的受苦。那么这种痛苦，这种果报，比起这个伤口被碰了之后所产生的这个痛苦啊，它要可能要大几万倍、几千万倍，甚至几亿倍。那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结果，哎，那你何不负心伤？你怎么可以不防护自己的这个心病呢？你了解到这种心病发作将会给你生命带来这样的一种巨大的不良的后果，那你怎么可能还不好好的防护你的心病呢？那么就是防护心伤比防护身体上的受伤要重要，要重要千万倍。因为心病带来的不良的后果比生病带来的不良的后果要严重千万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行持坐如斯，众住恶人情，一处美人波。情力终不退。如果一个人时时都能够像防护这个身体上的伤口一样来，就是防护自己的内心，能够时时的保持正念，也就是说时时都能够做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都能保持一种高度的警觉，就像踩在这个冰上一样，很薄的冰上一样，不小心就掉下去的，就像走在这个深渊的这个边缘一样，一掉下去就浑身碎骨没命了，就像走钢丝一样，走着一条钢丝，不小心就从悬崖就掉下去了，浑身碎骨。就是你带着这样的一种心，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份高度的警觉心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一处高度警觉的心的时候，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够保持一种正知正念，都能保持正知正念。所以说重住恶人情，你纵然在一大堆这个不好的人呢，就是这个不善的这个不良的这个环境里边，跟很多这些这个就是不是很好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一住美人窝，或者是跟很多漂亮的，甚至进入这个声色场所，力气终不退啊，情力终不退，你都能够保有一份精进，然后呢保持正知正念，如立如仪，不会去这个不会被这些环境啊所左右。我们休息一下。